大家好，我是卡尔，我在万里长城第一站宜宾渡大学，我就在宜宾大学长，家里有西二所高校，这是一个科技聚集的地区。我现在要做的宜宾帝国就是世界第一条智能轨道快运系统。坐在这儿让我想起了唐山铁路，中国帮助了我们，让我对中国想起了好几。要说中国，你肯定会想到长江，有些地方也叫扬子江。这里就是长江，被广为人知的起点，也是宜宾的魅力之一。老板，来一碗燃面，一碗烧手。这非常好吃，不过有点辣。老板，来一份凉糕。啊，谢谢。刚才提到凉糕，就是橙子这里。全中国这里最正宗。我特别喜欢吃这个冰冰凉凉的西米做的冰淇淋，宜宾有好多美食美景，太可惜了吧，我不能跟大家一一介绍，所以我想了个办法，来跟着我。我们平常用的投影仪就在家里生产的，完全的中国技术。别看中国现在已经这么发达了，他们还在不断的创新。这是我上午的展示，长江第一站，宜宾。这里有长江的历史文化，也有飞速发展的科技，自然环境安逸，美食也很巴适。欢迎来宜宾耍。